帮我下车一下吧，谢谢。帅哥，身份证支好。还有没有带身份证？健保卡。你刚不是说十五吗？你刚说十五。属什么生肖？什么生肖？因为你长得跟照片不像啊，正常来讲要知道自己的生肖啊。啊，你知道自己的生肖，你这个生肖是什么？你到底报谁的啦？你到底报谁的啦？对啊，他会有人报自己的生肖来跟我大小声吗？干嘛要反应那么大？对啊，不是啦，你要报谁的？到底是不是你？按指纹都按得出来。好，感谢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桃园地检的不能安全驾驶通。先给我手。来。来，我先跟你全力告知一下，可以保持沉默，可以请求调查有些证据，可以请求辩护人。好，全力告知完毕。